这个就是星星剑吧？振灵，你看，我就说不是假的。是是是，什么宿舍里的女鬼房间，你信吗？我是不信了。走，去看看就知道你被骗得有多惨了。你想啊，要是有这种东西，早就上讨论版了，哪轮得到我们这些大一菜鸟发现？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可是哦，还是不要 TK 比较好。干嘛？不知道是不是太紧张，我突然有点想去上厕所。去啦去啦，我先过去看看。你上完厕所赶快来啊！啊，好。厕所，谁？哇，越接近厕所越急。哎呦，突然还想上大号，忍住。万里天舒爽，嘿嘿，刚好趁现在来看一下今天更新了什么。哇，佛心公司哎，赞哦！
啊，坏了，真衰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护身符！头发！是那个人！我骂你妹妹好，不要过来！不能走了，怎么办？家伙也太慢了吧，去个厕所去那么久。算了，不管他，我自己先去。啊，傻抱怨。什么啊？这什么锁？搞得跟艺术品一样。以前锁不是长这样吧？笔记上说的钥匙，该不会就是这个？有够麻烦。我记得宿舍二楼还有什么房间？什么？钥匙跟被封起来的房间，真的假的？还真的都有。哦，假鬼假怪。真的假的？还真的闹鬼！哎，我警告你这只臭鬼，别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怕你哦！当自己是哪根葱？是鬼就可以伤害无辜？我们欠你什么了？有本事不会去找害死你的人报仇啊！哼，会怕就好。我看哦，你一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这里面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？
好啊，来玩，我就不相信打不开这个门。
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。新桥学姐，难道2012真的出过事？是，他想保护的就是这个吧？难怪一直阻止我进来。大天说的没错，我太 TK 了，要想办法赶快超度他，不然我们都会没命。